Previously on the Yao Chi family. 咋的了？说明白事不了，不是让你跟他嘲笑啊？哪个不好说说？我也买了，有完没了？生呀是不生呀？我可以啊，我绝对不会同意，终于让我同意了啊！柜子底子上面也擦了，不要漏下。那绿植都快死了，还不知道浇点水。那不是你养死的？哎呀，胸闷了呀！娃娃好像是踢我了。快，坐下，坐下来。晚上想吃点啥了？哎呀，没啥胃口。那我随便买点。先吃一下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尾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煮里鸭、酱鸡腊肉、葱花小肚、酱米酿鸭子、罐儿野鸡、罐儿鹌鹑，一桌八宝桌，就这样。那咋的？那是我想吃了啊！我是那馋的闭嘴。行了，我去买菜哈。量少做一点哈，不要做那么多，我可是吃不下，我就想尝一下味儿就行了。嗯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啊！身体怎么样啊？难受了。十月怀胎呀，可不容易了，比怀你的时候还难受了。那你休息好，休息休息，家里还有啥活没？我干。你爸都干完了，都坐下了，你不用去管了，一会儿吃好吃的呢，咱们。哦，对了妈，那个是燕窝，对身体好的都好了，你直接吃吧。还有这儿还有那个叶酸、维生素，还有钙片，是给你拿的。你买的？我买。耶。据我所知，这些口袋了，几千块钱了，一个月那点工资你够？那工资发的我天了呗，发的这么垂直了？我打算收起来啊，我就看长这么胖。啊。哎呀。喂，李姐，干啥了？咋在妈妈家去了？哎，你陪我去趟医院吧。啊，今天啊，我今天啊约了个那幺八五百瓦体育生教练，自来云。那李老不尊了你，那啥哈，你把他的微信推给我，我帮你请个假，就说今天有重要的事儿了。哼，这是规矩多短哈，几点走？现在吧，他让车在楼下接我哈。那不是遇到你了？便宜人，你不是打电话了？你跑啥了？下楼了吗？我的天，还你扶住我一点儿，要不把你抱到嘛？我身子重了，不是以往矫健了。你上哪再逃哈你？哎，那啥嘛，你给我挂个那全身体检。你脱了裤儿大皮，我直接去做孕检不就行了？我直接奔孕检了，我这么大岁数，人家不笑话我？你去挂上那全身体检的医生说呀，你好像怀了。这会儿啊，我就啊呀，这四段表演，这顺理成章，咱们就能直接去孕检了。你洗的那点多哈？好，为啥我叫戏精牡丹？哎哎哎，对了，到时候来产检的时候，你帮你打听一下。医生，我们回去是准备蓝色的小衣服还是粉色的小衣服？到时候你就晓得了噻。不准，快不用。我告诉你，我当时哈，我怀老大套凯莉的时候，我问了，我说医生，你说我是买个那吕布呀，还是买个那芭比娃娃呀？你告诉我买个吕布，赵凯莉出生了。我怀老二的时候哈，我也问了嘛，我说，哎，医生，你说我是准备个蓝色的衬衫呀，还是拿个粉色裙裙呀？你知道那医生咋的？我演了在那儿。拿着那个 B 超，我把我肚子干乳，还乳了半个多小时，挺那啥摸不准的嘛。呀，准备个蓝色的衬衫，准备粉色裙裙吧。结果人家谁出来了？那赵腾腾出来了。Hello。哎，我晓得，规定不让说，犯法的。有可能，那也不能胡说吧？哎呀，但你今天坐的好些，那个挂号给你交费去了哈。坐着，你坐这么动哈。你看那个帅哥不要激动哈，你现在怀孕了呀？不会，不会。哈，坐啊哈，把你嘴捂到。啊哈哈。一个人来的，加一个微信，爸。哎，下一位。来，给医生你看一看，这是那个我的这个单子。哎，啷么大了才来？刚发现嘛，是不是？手术干做了。医生，我们不打算做，我们打算留下来了。留下啥子？你可有意思，你咋说话？那留不留不是我们的事儿。怎么打了？怕是很大的风险啊。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。再说了，他那政策做对了还要？哎，那个张医生，现在有政策，我们打的结石不让打了。结石？是啊，你看这么大一颗了。不是怀孕？你开啥子玩笑啊，大姐，你好大年龄了你？哎，你看你这个爸爸，雌激素这项，你马上要进入更年期了，心里还是有个准备哈。你没感觉肚子痛啊？感觉了吗？我们打个结石不痛才怪。我还吐了，医生。你少吃点。你
好吃惯了啊。屯屯买回来的是补品，流水一样的往家里面堆，堆不下了就都。男孩心那么细哈。哎，咋样了？哟，等一下，我给你把那个雪碧拿出来，喝上点先润润喉咙再说啊。咋样？医生咋说的？爹来了，快坐下坐下来。维生素还有钙片，都给你拿的。晚上想吃点啥呢？孩子挺健康的。就是说注意一下休息就行了。别了，今天开始我睡沙发，我打呼噜要吵到你。不用了，倒是啥不用了，你现在怀孕可不比你年轻的时候了，事事小心谨慎了嘛。对队长都最近也不咋吐了哈。我给你按一按啊。哎呦，你说我这一把年纪了还又当爹呀，你高不高兴？高兴呀，我得再多打份工，多了个麻烦，咱们是多了份开销了，送个外卖吧，我先走了啊。